哎呀，又仔啊，成日整蛊我。好似嘅，阿妈我上网。咁你今日要翻学啊嘛？咁点去啫？喂，阿明啊，妈去咗啊？搞到今日朝早3点半先翻嚟。吓，我即刻翻嚟。边个？奉件啲面包俾我。咬过噶。咬过我都要食。 鬼猛腳咩你？我驚遲到啊嘛，所以百米衝刺都要用噶啦。咁你都要睇人噶嘛。係噶。你死啊！做咩啊？呢杯嘢啊，係老姑婆噶。唔係啊嘛，老姑婆有冇咁早翻嚟啊？你睇下，即係一物降一物，糯米節目室。 系啊，最衰啊你啊，晨早流流打电话嚟吓我，搞到滚咗六脚咁。我冇呃你噶，佢真系翻过嚟噶。如果佢真系翻咗嚟，你够胆大声嗌老公我老公啊？阿明今日真系一早俾电话你啊？系啊。喂，系啊，帮我睇下我系验咩有冇得。系，知道。喂，唐小姐翻紧嚟啦。快啲食啊。 唐小姐早晨，早晨。咩除啊？有人喺办公室食嘢？唔系啊，我喺出边食紧嘅，咁啊入到嚟咧就仲未食完，我依家食晒啦。嗱，我再强调一次吓，办公室咧就系办公嘅地方，系唔可以喺度食嘢嘅。 知道，边个再俾我发现嘅话咧，我就要按照公司嘅规定嚟处罚，咪怪我事前唔打招呼啊！知道，仲唔会冲咖啡？知道，道歉咧，衰仔。喂，你好，艾飞公司啊，麻烦啦，唔该三个。咩啊？我哋公司地址？你以前咪送过咩？哦，新嚟啊，系嘛？ 咁打字不记得？www.michael.com 系咩啊？听唔明？听唔明你搞咩网上销售啊？你俾个网址俾人哋啊，呢间你送饭嘅点送啫？啊系啊系啊系啊！啊对唔住对唔住，咁你重新记过。阿租啊，你上网啊，上到走火入魔啦！啊系啊，台小姐通知咧，10点钟喺会议室开会啊，唔好迟到啊！ 公司上个月嘅营业额有所下降，呢个系我最唔愿意睇到嘅。我想同各位一齐嚟分析下过中嘅原因，究竟系我哋嘅营销策略有失误呢？定系我哋嘅产品质量有问题呢？亦或系我哋嘅业务员自身嘅努力唔够啊？ 我想大家认真咁检讨一下，Mr. Hong，Mr. Hong 祁祖先生，系咪有病毒啊？呢度系公司，系写字楼，唔系 internet。阿切，sorry 啊，sorry，Hong祁祖先生。 呢度上面写住，上个月你嘅业绩系冇达到公司嘅要求嘅，下滑水平你系排第一噃。系因为嗰个，我睇你仲未瞓醒啊吓，使唔使我斟杯茶俾你，等你嘅脑重新格式化下啊？唔使唔使，小姐啊，不如我去啊，唔使，仲系等我亲自为康先生服务下啦。 喂，琴晚佢都沟女啊？系啊，不过沟得唔过瘾，系望到得个倾。Thank you，多谢唐小姐。唔使多谢，希望你等阵唔会再瞌眼瞓。康生，唔使紧张，我喺入边只不过放咗啲衣锦毛嘅嘢啫。 好啦好啦，佢唔会再瞓觉噶啦，啊，康生。
为一位白领呢，主要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商业素养。互联网上面呢，睇下信息就得，聊天室嗰啲咁嘅地方，小儿科，千祈唔好沉迷落去，搞到玩物丧志啊，知道吗？是。好，我哋继续。喺入边放咗啲咩嘢啊？胡椒粉啩，汗蒸。好啊，抗病毒，好服液啊。病毒中毒个网络盒啦，迟早玩翻。咁你今晚去唔去网吧？梗系去啦。唐小姐，笑咩啫？打油诗啊！少女诚可贵，少妇价更高。若有富婆包，两者皆可抛。边个衰人咁无聊啊？唉，网上有言论自由噶嘛，有嗰句梗系讲嗰句啦。我睇系你心入边嗰句啫啩，咁都可以咁讲嘅。新嚟嘅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？你嘅五阿哥。小燕子，加强联系，第日再倾过。销售，今日唔眼瞓啦咩？你份 fans 啊，做好晒噶。你睇呢张咩嚟嘅？咩嚟噶？胡椒粉我都收埋佢啦。哇，你唔惊？啊，康生，我想问下你嗰份计划书写成点样？你唔会话俾我听有咩唔掂噶嗬？冇冇唔妥，都搞到七七八八噶啦，一定按时完成。嗯。哎呀，你而家喺度写紧电脑信息啊？冚唪唥电脑语言嚟嘅，快捷方式、区域设置、窗口，你上互联网上得太多。唔好意思啊，我一时疏忽，我依家即刻改一下。康生，
我上次就已经提醒过你，作为一个白领阶层咧，一定要提升自己嘅业务素养啊！互联网嗰啲咧，睇下信息仲可以，聊天室之类咁嘅嘢咧，小儿科嚟嘅啫啊！千祈就唔好沉迷落去，搞到玩物丧志啊！知道吗？唉，系知道，多谢唐经理教训，继续做啦。系。